知道呢、這個單位呢一度呢個區域嘅活動嘅朋友嘅話，都應該知道咧，即係我哋喺活節嘅呢幾日咧，都會喺呢度唱歌。咁所以我每日咧都會想嘗試一啲新嘅嘢啦。今日咧，我嘗試呢、這個嘗試其實都幾大膽嘅。我想試一下咧，即係同大家講下古仔。點講古仔呢？即係我會帶大家去導賞我每一首跟住落嚟要唱嘅歌曲。咁啊，接下落嚟我第一首要唱嘅歌曲咧，這個歌曲嘅背景係設定咗喺一個黑夜，一個夜晚，城市拉起咗黑夜嘅帷幕，有一個中年男人喺一個公寓嘅露台上面飲緊酒，飲緊一樽玻璃樽嗰啲啦啤酒。要想起他一些回憶，他望上去，望向這個由露台望出去的時候，望到整個城市燈光璀璨，但是他心裡面呢就不像這些燈火那麼璀璨、那麼明亮、那麼美麗，反而呢他一直望這些燈光的時候呢，他自己的視野呢越來越朦朧。這個時候有一位歌者在旁邊睇到呢個男人，佢就唱起咗呢首歌啦。这一次我感到
的脸，从此我再也说不出每个人都想着。